大家好，我是耳科赵医生，今天是8月25号，周四，全天的门诊结束工作啊，跟大家再唠一唠这个耳内镜的操作啊。开场这个呢，这病例经历有点复杂啊，之前去前面一家医院就诊啊，采用比较传统的冲洗的方法啊，冲不出来。然后医生肉眼操作了一下啊，没有操作得了，没有清理掉啊。当时提出来可能是单质瘤啊，有可能建议要手术，患者就比较紧张了。过来以后啊，咱们用内镜，发现这东西确实跟普通的钉钉不一样啊，跟普通的这个。普通钉钉啊，泡完以后很容易就清理掉了，这个多多少少有点粘着啊，但是在而且它这个角度啊，在藏在腕道跟骨膜的一个夹角里啊，我们正常解剖结构骨膜跟腕道之间不是一个90度啊，它有一个倾斜的夹角，在藏在这个夹角里了，所以靠冲洗啊，包括单纯的负压清理器啊，都没有办法清理掉啊。但是用钩针啊，在挑的过程当中，发现它的结构还是相对啊，跟胆脂瘤相比还是松散的多了啊，比钉钉要略微的硬一点啊，但是跟胆脂瘤还是差着108000里啊。一般来讲啊，这个普通的一般来讲，胆脂瘤被误诊为钉钉的比较多啊。当钉钉栓塞去冲，反复清理很长时间啊，清理不掉，最后才想到可能是胆脂瘤的，这种是最为常见的。但是普通的一些非胆脂瘤的病例上来就被当作胆脂瘤的倒是少了啊，这是一个。它这侧经过反复浸泡啊，表面上已经感觉不到它具体是个什么啊，就是一团啊，相对来讲硬不硬软不软的这么一个疏松的一个结构啊。胆脂瘤肯定是不是了啊，没有胆脂瘤外侧的这个角化层啊，然后在清理过程当中，外耳道的皮肤啊都是正常的，有一定的粘附性啊，但是还是相对比较好分离的。这病例直到清理它右侧的时候啊，才它双侧都有，清理到右侧的时候啊，才感觉到啊，这个是真菌啊，是真菌块啊。它这个区域啊，有真菌混着一部分的钉钉。平常用棉签啊，反复的在这去加压，把钉钉块在这里头压瓷实了，然后再混着一些真菌的东西啊。外耳道的皮肤啊，骨骼都是好的。单纯从左侧，当时并没有虽然觉得质地像啊，右侧基本上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啊。这个是真菌被泡完以后的形态，所以我一般直接清理，就是由于有一些，如果说出诊是我看的啊，如果说让他回去点药软化再回来的话，换成别的医生，有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，就按钉钉栓塞清理掉就完事了啊。实际上他还不能就这么结束啊，还要里边打这个软膏啊，后续这个软膏就不再在这里再重复的去演示了。这是一个干片啊，
瓦尔道的，这也是个真菌吧。平时啊，可以看出来也是外界工具啊导致的，从外到内大面积的这种真菌覆盖。撕肝片儿啊，有的人说这个怕把鼓膜撕下来，确实也理论上来讲是存在这种可能的啊，暴力的这种撕扯的话。当然，鼓膜全部被拽掉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啊。但是鼓膜有分层啊，上皮层、纤维层，还有里边的这个黏膜层啊。如果暴力撕扯，包括这个外耳道的皮肤的上皮，都有可能啊被这一下子给揭下来。这个之前刚工作的时候啊，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曾经遇到过这种事儿。年轻不懂啊，下手比较狠。接住一个片儿以后，直接就往下带，雪花就出来了啊！教训深刻啊，医生的这个教训啊，都是积累的啊，这个东西没有办法，很多亏啊，自己光看教科书是没有印象的。只能说是祈祷啊，有的时候是看别人出了错，然后自己长了教训。鼓膜上也是一层啊。这种如果能直接接的啊，就直接接。有的时候角度问题啊，或者是这个患者呢比较敏感啊，直接上去硬 K 啊，接受不了的时候啊，点药软化，也是可以的啊。一层这种壳，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，连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经常会接触到一些真菌的孢子啊，只是量比较少。所以它对我们的人体呢，可能不会构成一个明显的危害啊，因为真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比较常见的。但是，如果在我们身体的一些特殊的隐藏部位啊、隐蔽的地方、不通风、潮湿的区域，环境适合的时候啊，如果真菌的孢子堆积到一定的数量，那它就有可能会生长繁殖。另外，我们的人体的皮肤，对于真菌啊，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防御抵抗能力啊。有一些人的这个防御抵抗能力比较弱的时候，就容易啊。鼓膜上还剩一些少量的残余碎片儿啊，滴二液啊，这个是生理盐水啊。我在门诊现在比较愿意用生理盐水啊。说不能去强行的蛮干啊，清理啊，充分的清理以后，再灌这个抗真菌的软膏啊。外耳道真菌在我们人体的真菌病当中啊，已经是属于比较容易处理了，相对于我们的身体内的呼吸道的啊。一些其他区域的真菌，甚至是血液系统方面的，这个简单的多了啊。呼吸道这些区域，包括血液系统方面啊，这个一旦出现真菌感染，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啊。有一些少数啊病例，会直接有性命之忧啊，可就比耳朵要复杂的多得多了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里结束啊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周末再见。